你好，我正在对我们的樱桃番茄进行授粉，因为太空啊没有小蜜蜂，我就是那只小蜜蜂。大家看一看啊，这是我们的太空蔬菜。我们神十七乘组在太空出差期间，我们的太空菜园变得更大了。大家看看我们的蔬菜是不是长势喜人呢？看我们的樱桃番茄，哎，哎，拿着两杯，今天中午我们就吃这两杯吧。唐胜姐的睡眠区，他这个比较丰富多彩啊，有家人们的照片，有航天日记本，还有任务标，还有小玩偶。这是我睡眠区外面的风景。是个景观房啊！谢谢。这是我们太空独特的吃饭的方式啊！牛肉水饺，航天员试了都说好。2024年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二年，回望去年，我们的太空生活丰富多彩，科学研究硕果累累。展望今年，我们仍将展开多项在轨科学试验，为人类更好地利用太空做出贡献。